Hello， 大家好，我是代表 C2C 義工團的阿癲，好高興今天邀請到煥然一新的 Alex 和 Ricky 接受我們的訪問的，好多謝兩位。咁嚟緊都想問翻兩位，點解會有中央洗碗場呢一個 idea 呢？咁首先就係、我哋自己本身都係開餐廳嘅，咁我哋自己本身都面對緊一個請唔到洗碗工人嘅問題啦，咁亦都加上可能最低工資同埋其他各種因素啦，咁令到香港飲食業係好難請到一個洗碗嘅工人，咁而阻礙咗佢哋發展嘅，咁所以從而我哋就萌生咗呢個概念，點樣可以幫助到本港餐飲業嘅企業啦，可以幫到佢哋解決咗呢個問題，同埋創出一個新嘅生意嘅。咁好高興都聽到大家有咁創新嘅 idea 啦，咁都想了解一下喺創業嘅過程當中遇到困難最深刻嘅一件事係點樣嘅呢？其實這個模式咧喺香港好多餐廳老闆咧都好接受嘅，咁但反而落到去啲前線員工嘅時間咧，咁始終都係一個好大嘅改變啦。咁我哋成立嘅初期，我哋面對咗好多嘅阻力啦。咁我哋試過啦，咁啊去同啲客人去講呢個服務嘅時間啦，咁俾人哋攀出門口都試過㗎，我哋嚇。OK， 明白到。咁嚟緊之後，大家都會有啲咩目標？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咁其實我諗我哋有個理念就係、首先希望將傳統嘅洗碗工人嘅嗰個喺市場上個地位去提升咗，做一種好專業嘅服務啦。咁同埋可以令到我哋即係清洗出嚟嘅餐具真係可以合乎到所有餐廳國際嘅標準。咁因為而家大家都好講求衞生，係啦。好，多謝曬兩位接受我哋嘅訪問，亦都希望嚟緊嘅業務更加蒸蒸日上嘅。多謝曬。謝謝